位听众朋友，我要来跟各位介绍傅娟夫老师两件非常杰出的水墨作品。第一件呢叫做大理涛生，大理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地名，在海边。那大理涛生这件作品啊，其实画的就是台湾寻常海边浪涛拍打在岩石上的状况。第二件作品呢叫做塔山之城，嘉义塔山是原住民的圣山，它的这个山形非常的特别，山的纹路呢也非常的特别，真的像一座塔。那么在山上呢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烟云的这种流动的感觉，所以呢这两件作品呢事实上正好可以表现出我们傅娟夫老师在台湾上山下海得到的一个水墨的艺术的成就。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傅娟夫老师，在1949年来台以后，以传统的水墨画画出了海涛跟云海，那么被称为叫做傅家山水。那么他1961年到72年任教于政工干校美术科国画组，62年到73年11年期间在国立艺专美术科任教，在1984年辞职。那么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获得了1998年的行政院的文化奖，杰出的作品非常多。那这两件作品呢，这个我要特别强调，就是因为傅老师呢的水墨啊是以台湾的山水作为基础，他强调写生。那各位朋友都知道梅兰竹菊或传统中国山川的山水的皴染的方法跟台湾的山川不一样，所以他开始发展出新的技法，这个技法呢叫做点字法。点字法呢就是用墨色渲染跟留白表现出浪花的效果。那这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叫做染字法，就是呢用渲染的方式，然后让这个颜料停留在这个宣纸上面，有自然的这种痕迹。那么他还发展出像塔山之城里面的烈下村，就是呢利用这种这个观察台湾特殊的山形，然后发展出特殊的这个皴法。那尤其是台湾的断崖绝壁跟山石的纹理，很漂亮的用烈下村呢去给表现出来。那所以呢这两件作品大理涛生，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石头上面的纹路其实是非常特殊的纹路，这个跟一般的斧劈皴啊或者各种不同的皴法不同。那除了这个石头的纹路以外呢，如果听众朋友仔细看这个傅娟夫老师是非常非常仔细观察那个海浪在海边这个摇动晃荡，然后呢互相激荡所产生出来的这个海浪，那海浪呢滚到岩石上以后又滚下来以后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样貌是千姿万态。那我曾记得啊，李安在拍摄这个少年拍的故事的时候呢，他曾经在访问中有说过，他说他在台中打造海浪的时候呢，这个真的是苦了那些厂商，因为什么，他要浪啊有各种不同的表情，有细浪，有长浪，有大浪，有猛浪，有碎浪，有全浪。那这样的表现呢，至少我在这个地方呢就好像有看到了这个傅娟夫老师对于浪的这个观察。那如果我们再来看塔山之城，这个山上的这个云海真的是非常的就像棉花一样的飘在塔山的附近，那么表现出一种烟云的感觉。这个时候呢烟云是主角，也是主角之一，而不是只是配件而已。所以呢傅娟夫老师的上山下海正好表现出傅娟夫老师对台湾风景的一种描绘，让我们真正看到台湾的风景之美真的是福尔摩沙。